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请我们喝杯茶，星电视、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分享生活艺术，畅谈健康人生，张玛丽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好，又翻嚟我哋美丽人生张玛丽啦。我喺度咧就真要借个机会多谢好多好多啲 uncle auntie 啊，即系我个女嗰啲 uncle auntie 啊，即系同埋好多朋友、好多教友，都系即系送上祝福嘅。咁我就尤其是我喺 Facebook 度啦，张玛丽 Mary 张，你中意你可以睇下嘅。咁我摆咗我孙仔嗰啲相啊、成啊上去，真系好感恩，因为我系基督徒，咁所以我好相信祈祷嘅。咁我成日觉得咧，我自己曾经生过 B B 就知道啦，即系做妈咪嘅咧，其实最想小朋友咧就健康健全，嚟到呢个世界上边，咁然之后咧喺即系生 B B 嘅时候咧，就希望大家母子都系平安。咁而家啱啱嗰个孙仔咧就过咗两个礼拜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唉，真系感恩，因为一路都有检查嘅。佢头嗰几日住咗差唔多一个礼拜医院，我成日同佢讲唔好咁早出去，唔好咁早出去，只要佢有床位俾你啦，即系有房俾你啦，你就唔好走住啦，因为咧一出咗去之后咧就冇人帮你，因为佢又唔肯俾我请坐月，系咪？咁我又教佢好多嘢啦，即系点样煲啲红枣咩乜乜啦，咁一大堆嗰啲，即系教佢。咁但系你知佢始终喺外国嘅时间长咧，我真系唔知道佢会唔会。咁做咁头一个礼拜咧，我就一路都煲汤咁俾佢嘅，一路送嘢过去俾佢食啊，剩啊咁，咁即系俾佢知道啊，其实呢啲系你要食嘅嘢咁样。好啦，完咗呢样嘢咧，我就觉得我原来初初都即系自己好担心，就话死啦，我会唔会真系好似好多人喺度笑，即系我哋嗰批咁上一年纪嗰啲咧，即系个个都胃酸过多，即系哇，总之就即系个孙嘛，即系总之系好多嘢你谂都冇谂过嘅，就佢就会为个孙做嘅。咁我自己就觉得我几中意我女女同埋我女婿佢哋做嘅呢样方式，就系佢成日都话佢话妈咪，如果我要你帮，我一定话俾你听嘅。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好，即系我要信佢系会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话即系佢都几想自己去有啲乜嘢就问翻所谓嗰啲专业人士。当然我都会有经验，咁佢同我倾偈嗰阵时候，我去探佢嗰阵时候，佢都会即系同我分享啊嗰啲咁。咁佢哋而家新一代咧就好中意母乳喂哺嘅，一定差唔多都系 breastfeed 噶啦，好少就咁俾即系奶樽奶粉。咁同埋佢哋好好嘅，就可以有六个月假期嘅妈咪。咁先生亦都可以有起碼一個月或兩三個月的假期，就兩個一起，兩口子就在家裡，即係睇見他哋冇個 B B 咧，真係覺得都好得意，又好驚心。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其實呢一個經歷咧，係真係好值得俾佢哋兩個人自己去嘅。咁我作為一個即係媽媽又好啦，或者婆婆又好啦，咁我係婆婆嘅身份啦。其實我唔識呢啲嘅，因為我冇親人噶嘛，所以我唔知道即係媽媽嗰邊嘅媽媽係叫婆婆定係嫲嫲。咁我問咗大堆，知道哦，原來叫婆婆啦，咁我叫婆婆。咁我就覺得咧，其實我哋如果想真係有機會去分享到自己嘅細蚊仔，或者甚至去到孫，甚至你第四代啦，去到即係四代同堂嗰啲，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仍然翻去 Mary 成日強調嘅就係，我哋一定要身心靈都健康。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健康嘅人咧，其實你享受得好少嘅，即係你同埋你可以即係分享到嗰個開心係好少嘅。好簡單，你冇咁嘅精力，冇咁嘅健康。嗱，好得意，而家佢哋咧探 B B 呢度咧最基本嘅一定要你打一种针，我唔知系咪叫做白日咳定唔知咩针吓，总之嗰样嘢就系防止你传染啲咳嗽俾小朋友。因为原来咧啲小朋友，我唔知系其他地方吓，好多地方都系讲国内啦，翻国内探小朋友要啦，另外喺呢边澳洲就全部都要啦，就系咧你一定要系两个礼拜前打咗呢一种针，预防针嚟嘅啫。咁然之后咧，你先至可以睇 B B 嘅。所以我女一早就通知咗我，你一定要去打呢啲针。如果唔系就边个都冇面俾。咁其中包括咧就系女婿嘅哥哥都冇得睇个 B B， 因为点解佢冇打呢啲针？咁所以有时真系我觉得好得意，即系而家新嘅一代咧，佢哋即系可能做嘢咧，即系有规有矩啦，所谓。咁所以我哋个个都跟嘅，即系我啲亲家成啊，个个都好乖咁打晒针，就去玩 B B 抱 B B 啊咁样。咁我自己就觉得，我希望自己做到嘅咧，就系
真係佢有需要我幫嘅時候我幫，同埋我多啲咁多咧，就係點咧？俾自己身心靈都要健康。嗱，身心靈嘅健康係咩咧？就係嗱，你健康你先至可以探到 B B 啦。如果唔係，你自己譬如有咳嗽啊，或者有啲咩感染啊，或者 flu 啊，各樣嘅嘢，咁你都唔敢掂個 B B 啦，啱唔啱啊？咁另外仲有就係新生媽咪又係咯，因為佢啱生完 B B， 佢自己嘅抵抗力都弱噶嘛，咁所以佢哋即係我哋。做即係長輩嗰啲咧，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時我哋會太多關心同信息咧，係令到佢哋好攰嘅。因為我同我女女傾，咁我就話點啊？你handle 唔handle到啊？即係處唔處理到啊？咁佢都會同我講，佢話我哋而家咧就用咩方式去做嘅？譬如話佢喂完奶咁樣，咁佢就仔仔就一瞓完奶，佢通常瞓覺噶啦個孫仔。咁於是乎咧，佢就即刻瞓覺嘅。咁就好笑，佢话俾我听，佢话我个孙仔咧夜晚咧就同佢开 party， 咁我都喺度笑我吓点开 party， 佢话咧佢日头好乖嘅，即系都好乖，咁但系到夜晚咧，大约系10:01咧，佢起码要有2个钟头到，系要好慢咁去食奶啊，然之后就我女就同我讲佢，哦 ，this is her his party time 咁样，咁我觉得咦？佢即係佢唔係用嗰種好擔憂啊、好煩啊嗰種嘅心態去處理呢件事，佢只係覺得好好笑，即係個小朋友原來係咁樣咁，咁好得意嘅。我自己睇翻即係佢講嗰啲即係各樣點樣安排啊、點樣性啊嗰啲咧，我覺得我哋做長輩嘅咧，其實係真係要俾到佢一個感覺，就係要相信佢做得到。是啊，因为如果即是他讲得好好的，即是他们很多一些同上下年纪那些都一起做妈咪了嘛。他们就说如果个爸爸妈妈的长者即是好像很担心而令到他们呢其实自己会没有信心的。即如果我哋好多嘢都即其实我哋係好想讲自己嘅经验俾佢听啊，或者係关心佢啊，或者係做啲乜嘢啊咁。原来发觉到呢，佢哋会觉得死啦，係咪自己做得唔够好呢？係咪我唔识得去做，所以我嘅妈妈或者係我嘅奶奶会紧张啊性啊嗰啲呢啊，咁所以好得意嘅，即原来我哋真係好似教小朋友，即係我自己教小朋友一樣，係要相信佢同埋俾信心佢，好多嘅鼓勵，好多嘅支持，好多嘅讚賞啊！即係有時佢做到嗰樣嘢嘅時候，你真係要讚佢，咁佢就開始越嚟越多嘅信心，同埋佢會好享受嗰個過程，就千祈唔好咁緊張咯，唔好咁緊張。咁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講起啦，佢話啊，其實咧湊細蚊仔咧有好多種我哋過往即係所謂老一輩嗰啲做法嘅咁。咁 Mary 咧，因為我冇老人家喺屋企，即係幫手我教我點去湊仔嘅。咁所以咧，我就全部係靠上課嘅。咁嗰陣時我哋咧就會上嗰啲叫 prenatal exercise， 就係即係產前嗰啲好多嘅課程嘅。咁香港有好多醫院做，咁嗰陣時我咧就喺 Adventist 做，咁好好嘅。個8堂課咧，你係同你先生一齊去上嘅，同埋咧就。佢係會教曬你啲好最基本嘅嘢，即係去到又教曬你即係點樣同細蚊仔沖涼啊，點樣即係個磁帶要點啊，點啊，即係全套嘢真係幾得意嘅。咁成套嘢你知道咗之後，我自己就剔曬啦。今次因為咁耐啦嘛，係咪啊？即係生咗 B B 咁耐，幾十年啦，邊仲記得啊？咁我就喺香港揾咗位陳姑娘咧，佢好嘅專家嚟嘅。第時如果你哋邊個人有需要咧，揾我啊，我幫你介紹呢位陳姑娘啦。佢係唔係收錢做嘅嚇，佢係一個好好嘅政府嘅我叫做高官啦嚇。咁佢就係主要就真係關心啲初生 B B 同埋初生媽咪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好好玩咯，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希望無論你係新生媽咪都好啦。或者是婆婆啊、嫲嫲啊、公公啊、爷爷嗰啲都好，唔好咁紧张，享受嗰个过程，同埋真系唔好胃酸过多，因为点解咧？嗰条路好长，条路好长，只系好多嘅开心嘅，同埋我觉得最紧要仍然翻去，除咗好多好多有时候机会同大家再分享嘅嘢，我哋要健康啊！我哋一定要俾自己嘅身心灵都健康，咁样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儿孙嗰种嘅福气咯。好，听下首歌叫《健康歌》，下个礼拜再倾好吗？咁你可以上 Mary 嘅 Facebook 啦 ，Mary 张张。张玛丽，祝福大家。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
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嗨啾嗨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剩下都要给你。